下面请您欣赏《爱情传奇》，表演者郭德纲、于谦。于老师一上来，观众们热情的啪啪啪。干嘛呀？鼓掌啊！鼓掌就鼓三下啊！你以为是？得嘞，谢谢您多拍几下吧。啊，尤其是女观众们爱于老师。啊，没有，大伙儿都是。你看，没有这么应景的。这呀呀了，这些个怨妇。哎，谁呀？怎么改怨妇了？天涯情雪多少爱，江湖夜雨是非仇啊！你瞧这词儿用的，都是爱于老师。好多地儿一演出一上场，都是女观众，于老师爱你如何如何。你看，你看。护我这里有一傻老爷们爱我，我特别理解好多女孩的那个心情，就是一定要嫁给于老师，然后给郭德纲生孩子。谁说的？说吧，咱们三个结婚吧。我跟您说啊，于老师可不是那个人。不是哪样人？真的啊，好多女观众，哎呀，跟于老师如何如何，想都别想，哦，玉洁冰清啊，这词儿搁我身上有点不合适，真的啊，真的，人家的心，正的，啊，人性、人品这份儿，你看又捧我，不是我捧的，孩子都不是他的，真的，对，是，啊，这不能含糊啊，就是这个人，哎呀，这儿女私情不放在心里边。哦，一门心思说相声，你瞧这多高尚啊！那错不了啊，真的，实话实说，我没见过这么了不起的人。哦，那当然，在这行业里边，最起码来说，没有超过于老师的。我这行业里边就拔尖。举一个小例子，于老师连洗头房都没去过。这没去过，不爱去那地方。现在这种娱乐设施不好找了。这叫娱乐设施啊，这个。你倒退个十几年前啊，国内有，很多城市还是有的。嗯，一个很小的房间，点着一个粉颜色的灯。哎，对，有一个美容美发的大姐姐在里。就别提美容美发了，你。他那屋里边，你翻遍了，连一把笼子、梳子都没有。他竟然说是给人弄头发的。嗯，就那个地儿，他的所有的工作东西就是一个凉席儿啊。哦，你要想找说相声，你上那儿找他一逮一个准儿，全去啊！哎，反正又一时三五个是有的在那儿。哦，于老师没去过，咱不上那地，他都不知是干嘛的。我就这么纯洁，差的。打那门口一过，啊，得里面那大姐姐喊他，啊，人往里叫。于谦打那走过去了，啊，人里边这噔噔噔一敲玻璃，哟，玩会儿吗？哎，嚯，谁玩谁呀，啊，这个你。这声啊，怎么？于老师就吓着了。啊，这么害怕吗？多少钱？别问价了，我这是吓着了吗？我这没去过。啊，说相声里边就俩人没去过，还有谁呀？一个他，一个就是孙越。哦，孙越也不去这。跟岳云鹏说相声那胖子，那捧哏的，那胖子400斤，是，就站在桌子后边都挡不住他，比这桌子宽。啊，他那裤衩脱下来不穿上，你不知道干嘛用的。提这干嘛呀？那行，那胖子也没去过洗头房。哦，他也比较纯洁，进不去。哎嗨，门窄，感情因为他让人出来，人家不出来。哦，人家没有露天作业的。什么叫露天作业？就这么两位啊。当然了。我跟说相声的打交道太多了。嗯，我从小7岁学评书，嗯，9岁学相声，嗯，89年开始又唱了5年的戏，还唱过戏。所以说，在这个行业里边，没有我没认识的人，哦，没有我不知道的事情，嚯，我对他们是最了解。啊，其实每个人都很可爱，都还可爱。哎呀，包括刚才说胖子，嗯，胖子也可爱，胖子，你别看他胖啊，就那样都没个人样了，真的。其实媳妇儿也挺好，嗯。这是您了解这个呀？啊，
他俩人一块开车出去，胖子，嗯，胖子开车，媳妇坐旁边坐着，嗯，胖子一低头，车里边有一只红颜色的高跟鞋，得，胖子这汗就下来了，嗯，哎，你看那是什么呀？媳妇往外边看，啊，他这捡起这鞋来，顺着窗户，扔了，消失了，没呀，嗯，一会儿媳妇回头，嗯，哎，我那只鞋呢？嗯啊，这心太虚了，这也。啊多可爱，可什么爱呀？这个还有刚才高峰，嗯，我师弟高峰啊，高峰也好玩，高峰人品方方面面都好哦。一个缺点，嗯，心窄，就是小心眼儿。他要出去买东西去啊，嗯，商场上午10点开门，嗯，他早晨5点就到，干嘛那么早啊？你看就这玩意儿吗？啊，老怕去晚了，他买的东西没有了，哦，他挑的不好，老怕这个。嗯，早晨5点等到10点开门，他头个进去啊，逛一天，是到最后晚上保安给他推出来算拉倒。哎呦，这一天买一个扣子，这一天就买一扣子，买一扣，嗯，回来琢磨一宿，转天还得退去。嗨，这进费的，就这个。嗯，要说出门演出，高峰死的心都有。出门怎么了？不放心他媳妇儿啊？哦，担心啊。你说明儿上哪儿演出去了、嗯？高峰先把小区的保安都叫来。叫保安干嘛？给你200，给你200，给你200，来，给你200。干嘛分钱？替我盯着点我媳妇儿。哦，不放心这。我走这几天看看谁上家来了。哎呦，我媳妇儿出门几次，几点走，几点回，都得记录。回来还有钱。我回来还给。他这出门3天，回来都叫了，来，给。你就先给钱。来，这是你的。嗯。我走这几天，我媳妇儿出门了吗？啊。高老师，没有，没出来过。哦。有人上家来没有？嗯，没有，您放心。你瞧，你们再想想、哦，没有，就来过一个送快递的啊，那倒没关系。到现在还没下来呢。哎，好家伙，就这有事儿合着，一人一个样儿。嗯，你包括侯震，嗯，主持人侯震，我师弟侯爷，那疼媳妇疼的都过分了啊，心疼媳妇。我们只要外边一吃饭，嗯，一上菜，侯震眼泪就下来了。哭什么呀？夸炒鱼香肉丝上来了啊！侯震，我媳妇儿还没吃过这鱼香肉丝呢。想起媳妇儿了，他媳妇儿还没吃鱼香肉丝呢。嗯，给他炒一个，哦，打包让他带走，回去吃去了。又上菜了啊！嗯，拍黄瓜。哎，我媳妇儿还没吃过这拍黄瓜呢。什么玩意儿都没。来，再蒸一个啊！又上菜了，宫保鸡丁。哎，我媳妇儿还没吃宫保鸡丁，这也贫了。嗯、让你媳妇儿跟我吧。啊啊！怎么说这话了？这拍黄瓜都没见过啊，太惨了！跟你图一什么呀？啊，所以说一个人一个样，每家日子不相同，都不一样。最好的，嗯，肯定最后是我这儿，嗯，没跑，因为您是我们的老大哥呀。哎，最后说说吧。有钱，重情，重情这倒是真的。重情这点随他父亲。对对。据传说，老爷子年轻的时候，嗯，只要是眼睛看得见的女人就爱，这叫重情啊！这个，后来家里给他父亲送到庙里当和尚去，出家了。一上午爱上6个上香的女施主，呵，逮谁爱谁。这点他随他爸爸，我也这样。他6岁就爱上他的表妹了，那不懂事儿。表妹叫绿茶，嗯，绿茶婊啊。这我懂这词儿啊，很可爱。表妹说：“我不能跟你。”小孩他懂，因为我是你的表妹，哎，你是我表哥，嗯，又何况我长大之后是要嫁给王子的，怎么就非得嫁给王子呢？小女孩嘛，都有一个公主的梦啊，哦，当公主啊，我以后长大肯定会嫁给王子。怎么那么肯定啊？因为我吃饭拿筷子拿得远，拿筷子远代表什么呀？嗨，这也不是谁说的，拿筷子拿得远，嫁的就远。哦，拿得近，嫁得近。啊，以前有这么个说法。表妹说：“我拿得远，我嫁得远，啊，这就远啊。”好，到后来筷子越拿越远，嗯，到最后2根筷子接了一块儿。好家伙，长大之后果然嫁给王子了，嫁给炸油条的了。哎，也就炸油条用这么长筷子，嗯，可爱。那小时候啊，嗯，那才6、7岁，是，反正谦哥这些年来，我觉得就够上圣人的标准了。您这么夸我？不是，因为。就是现在跟嫂子结婚了啊，在结婚之前，谦哥好像就交过一个女朋友啊，那也是正常的嘛。男朋友无数啊啊，我呀，
没有，嗯，就一个女，我见过，是吧？叫什么叫彪子呀？是，我女朋友叫彪子，您说的还是男朋友啊？这个是铁蛋呢？好嘛，是铁吉利，我忘了。好家伙，还扎人！狼牙棒不是？我也没听说过。方天画戟是叫什么？这别，这都是女的名字。叫彪子，叫彪子，啊、有印象，一脸护心毛。这人也不知道怎么长的，这个一脸护心毛，那俩人那会儿也是爱的不行了。彪子呀，那粗恋，啊，是够粗的这个。初恋，初恋。对了，初恋俩人好，嗯，俩人没事，俩人对脸坐那儿啊，喝奶茶，喝、哦、珍珠奶茶，一杯奶茶，俩人坐一下午，就这么耗着，就你看着我，我看着你，哦、爱的都不行了，跟彪子那咋着的。嗯高兴，嗯，彪子自个儿玩的头发，嚯，啊，谦儿，嗯，等我长发及腰，哟，这两年你们才觉得，哎，网上有这话，嗯，十五六年前人家小时候人就玩这个，我们这早，彪子啊、嗯，带我长发及腰，我得接呀，谦儿乐了，啊，拉屎要撩，啊，嗨，太粗俗了，这个，你俩人可开心了，就这开心，哎呦。一说，哎呦，彪子乐的呀，彪子、啊、那是正喝珍珠奶茶，黑珍珠啊，啊，这一喝呢，黑珍珠呛着了，啊，顺着鼻子眼噼啪噼啪，哎呦，这也就彪子干得出来啊，这个满桌子都是啊，太恶心了，把谦儿乐的啊，别吃了，太是，哎呀，我们俩要不怎么弄到一块儿去了呢？你开心。天造地设的一对一样，不太合适。彪子说：“谦儿，嗯，假如我又丑又笨又傻又蠢，嗯，你还爱我吗？”我说什么？谦儿乐了，嗯，干嘛？假如啊，就是啊，有这么说话的吗？这句话很伤人，多新鲜呢！彪子哭了，伤心了，夺门而出，走了。谦儿赶紧又追，哎，把门夺回来，哎，抱着门跑的，合着。我都没听说过，我抢门去了，出去是俱往矣，啊，都过去了。现在跟嫂子过的日子很好，那是愿天下有情人终成眷属，是前生造定事，莫错过姻缘。老话说的对，跟嫂夫人很般配，我们有感情基础，疼爱。行，刚才在后台演出嘛，得换衣服啊，他脱了自个儿的裤子换演出的裤子啊，我一看我都感动了。怎么感动了？跟他媳妇儿穿的情侣裤衩儿、啊。你现在我还、哎，你怎么知道是情侣裤衩儿？胡说八道！别想，别想。什么乱？我是听高峰说的。好家伙，合着就我一人不知道。嗯，两个人的感情真好啊，是不错。实话实说，这些年我跟谦儿哥，我们俩合作这么长时间了啊，啊，没抬杠，没拌嘴，没打过架。就是因为嫂夫人在当中调停着，他管这事儿。哎呀，我们俩这些年没闹过绯闻在外边啊。你这嫂子看我们俩看多紧，有你什么事啊？你老跟着搅和什么？跟他主要是看着你，捎带手看着我。这没有捎带的，我们俩就吵过一回架，就让嫂子给制止了。怎么？那年我们哥俩溜着弯走的北京王府井啊，那是热闹所在。王府井都知道吧？热闹，人山人海的。是，都是人。我们俩一边走一边聊天。嗯，我说就探讨一个节目。哦，说作品。我说这段相声的表演技巧就应该就像这个穿衣服似的，一层一层把它包严了。嗯，给观众一个出其不意。哦，他说不对。我的意思呢？啊，我觉得应该像脱衣服、嗯，一层一层把它包开。哦，让观众觉得哎呀恍然大悟。哦，这就吵起来了。艺术理念不一样。那没关系，我说就得这样，他说得那样，最后他急了，嗯，就得像脱衣服一样。凭什么呀？我脱给你看。全脱了。Yeah, 对，手机里有，你查查。全脱了，一丝不挂，我光着了。王府井。哎呀，那天好家伙。嗯，有十多个旅游团，那不新鲜。好家伙，人山人海，好几千人。于老师把衣服全脱，一丝不挂。哎呦，来直了。哎呀，把我给臊的呀！害什么臊？我抱着他衣服我就走了。哎啊，
缺德不缺德呀？你这仗着是三九的第二天，冬天还是啊？我回去，嫂子给我打电话了。嗯，你缺德不缺德？嗯，他感冒了，发烧、肺炎，住医院了。啊，哪有你这样的？你来一趟，我得数了数了你。我叫你过去，嫂子让去就去呗。嗯，是吧？到这儿了，叫门。嗯，啪啪啪。是叫门呢，还是鼓掌呢？你这敲门嘛？这啪啪啪。嗯，有打里边听声音，准是嫂子。你怎么听出来？一边走一边哼哼着小曲儿呢。啊，媳妇好唱。三月的这个桃花开呀，哎哎哎哎，情人郎你也老没回来，哎哎哎哎，解开了香罗带，我是露出了痘痘来。嗯，脱毛裤穿上，还这脱毛裤了？你这小曲儿吗？小曲儿哪有这词儿啊？门分左右一看，嫂子啊，嫂子穿个超短裙儿，还超大冬天穿超短裙，在家怕什么？超短裙儿啊？怎么个短法？到锁骨啊、啊，那不叫超短裙儿，那叫假领子，知道吗？这上边这边儿啊，在锁骨的上头。啊，我说是下头，在锁骨的下头，还是假领子？你嫂子啊，见嫂子咱们规规矩矩的，应该这样。老话说得好啊，老嫂比母，小叔子是儿。哦，咱们得客客气气的啊，规矩。嫂子好，在鞠躬呢。啊，嫂子可大气了。他说什么？死鬼。嗯嗯，你怎么有日子没来了呢？啊，我事儿跟媳妇看着紧。哎嗨，没有这么对话的。进来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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这才进来，把门关好了啊。那个，你来了？啊，来了啊，都他妈进来了。谦儿呢？嗯，在医院。嗯，哦，就确定刚打完电话，正输液，动不了。嗯，哦，什么叫动不了？正输着液呢，动不了啊。你吃饭了吗？嗯，没呢，嫂子，你打电话我就赶紧来了。哦，来来来，这凉菜都得了，赶紧先吃着吧。怎么就很吃？哎，这就吃饭。嘿，来，兄弟。嗯，来先吃豆腐来。嗯，是吃什么豆腐？他会炒豆腐拌豆腐。啊，哎，有一盘金华火腿。嗯，摆在这儿了。嫂子，这是什么呀？这都不认识。有一腿。不，你们俩这事儿非搁明面上说是吗？你们避讳一点怕什么的？谁？没外人啊。啊，那个吃饺子吧，好吗？吃饺子。啊，倒点酒喝，我这给你包饺子啊。这是说事儿来了吗？嗯，好吃啊，可不如饺子。啊，好玩啊！你要干嘛？可不如包饺子。哎，咱别说这个了，成吗？嫂子批评我。嗯，哥俩一场买卖，亲哥们一样。哎，哪能这么胡来呀？是不是？当当当当当当当，嗯，说完了，心服口服，这就正事儿。嫂子说服了我。怎么那么别扭啊？这话，你看这玩意儿，好好，以后还得来，常来常来啊。就行了，回去吧。批评完我，回头还得说于谦儿。怎么还说我呀？把于谦儿接回来啊！你也得好好的。我怎么了？哥俩在一块儿弄作品，好好的，别那么没溜。走到街上脱衣服，你还小啊？是怎么着？哦，是不是？哎，说完了还得疼他。怎么？哎，我还告诉你啊，另外你那个抽烟喝酒的毛病得改一改了啊，这不好。那个，你这喝酒抽烟对身体不好。哦，谦儿说我改不了。这习惯，手里没抓没挠的，嘴里不喝点东西难受，这就是瘾。嫂子说那就吃点零食吧。啊，拿零食折一折，给他炒黄豆吃。炒黄豆当零食吃，大铁锅炒黄豆。哦，每天头睡觉之前十斤黄豆。我还不如抽点烟呢。大铁锅干的啊，干炒，干炒黄豆十斤。十斤吃完了，桶装水得喝一桶半，是多叫水啊？这玩意儿那是吃饱喝足上炕睡觉。哦，就这一宿，就这点玩意在肚子里边。嗯，我也不知道您哪位是科学家啊？啊，他这边有化学作用。什么叫化学作用？早晨五六点钟，谦儿这肚子就存不住了。啊，叮当，嘟当，大的令他令定他，嗨，大大令他令定他。我放出一副板来，合着。大令定他高高山上，没人唱，没有两只羊，没人唱。我看高峰刚才还放这段来着啊。
天天这样。嫂子每天比他得晚醒十分钟，干嘛呀？有一苏醒的过程。哇塞，至于不至崩晕了这都。他放完他痛快了，啊啊，精神，嗯啊特别好。嫂子得等十分钟，打蔫儿。哎呀，这才醒，睁眼，嗯，先打磨打磨脸上。哪儿的什么玩意儿？就是浮土啊，这崩起尘埃落定。那是啊，豆面儿啊，没有豆面儿，这才苏醒。一天两天行，时间长了嫂子后悔了。嗯，不吃行不行？我又往回算，咱不炒黄豆了。嗯，谦儿急了，门儿也没有啊。你瞧，不吃黄豆就离婚，我这上瘾了，不跟你过了，知道吗？嗯，我把你送给郭德纲。哎，没有你什么事儿啊，别往里掺。说这意思啊。嫂子天天一边炒黄豆一边骂街。啊，吃吧，往死里吃吧。嗯，你就放吧。嗯，早晚你得把你那个肠子放出来。说狠的话，就这么一说。嗯，一晃五年过去了。嗯，呵，这天早上起来，嫂子给他做早点。嗯，北京名小吃卤煮。啊，就是卤煮小肠。猪肠子。嗯。洗肠子呢，洗着洗着，我老跟他说：“你把肠子放出来，他也不怕。”嗯，这说好几年了，今儿是个好机会。干嘛呀？我把这肠子洗完了，给他放被子里边吧。什么主意啊？这是？他一看见这个，一害怕了，嗯，不就不敢了吗？哦，太棒了，赶紧拿抹布擦这肠子，嗯，一挂猪肠子，哦，好几十斤呢，五六十斤呢。啊，这一大挂垫着脚进屋撩被窝，搁在被窝里，嫂子出来跟外边包葱包蒜。啊，一会儿听屋里边叮当，嗯，打住了，门一开，于谦脸露出来了。啊，脸惨白，害怕，看看脑袋回去，啪，门又关上了。嗯，二十分钟于谦出来了。哦，没事了，媳妇儿啊，嗯，你说对了。哦，我今天真把肠子放出来了。是啊，不过你不要担心。怎么呢？我又给它塞回去了。我去，后来呀，哎，行了，这还上下本的呢，您这那个德云社到今年成立有21年了。嗯，承蒙大伙对我们的器重。哎，能力一般，水平有限，就是您各位捧我们。嗯，其实整个德云社连演员在学员400多人。嗯，我们是这个世界上最大的一个相声组织。是，但是像我们这个辈分呢，在德云社来说并不多。哦，这个少，大部分是我徒弟什么的。嗯啊，当然跟我们一辈的，你看有我们俩人，有高峰，有侯震，哎，也就孙越啊，有这么十几个人吧。嗯，高峰这都是我们从小一块长大的，也是发小啊。嗯，我认识高峰那会儿他才这么大。嗯，这多大？有这么大人吗？他那个耳朵呀。哎嗨，现在这么大了啊。这没长，合着你不信你看看。嗯，老高在吗？哦，哎，来来。哎，一块聊会儿。我认识他时候还小孩呢。就是现在也娶了媳妇了。哎，生了孩子，生小闺女。对对对，生一闺女，今年也4-5岁了。可不是吗？生完之后，他媳妇儿还给我打电话呢。啊，报喜嘛。哥，你生了？我说呵，好，太好了，弟妹，给你，哎，给您道喜。对，你凡是个闺女，对不起啊。我说嗨，嗯，对不起，对不起。跟你说这干嘛？男孩女孩都一样。行，您不别扭就行。高峰来了，我挂了啊。哎，好嘛，电话就躲我是吧？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啊。是够乱的，挺好。这个玩笑说玩笑，对，真真假假，假假真真。哎，这个。如果说都是用文言词来说相声也不是不行。嗯，从上来开始我们仨人哈，每句话都是文言，知乎者也，说3-5个钟头没问题啊。但是就没有饭了，人家没人听，下一场就没有人买票了。是了啊，就没有办法。嗯，艺术嘛，原本如此，源于生活，高于生活。好话，要把观众人民群众放到第一位。这话不讲，我们相信人民群众，老百姓喜欢的是硬道理。对，而且观众跟演员心中都有一道底线。嗯，什么该说什么不该说，这个很重要。对，不是说随便站台上，我是你爸爸，我是你爸爸，观众就买票，人家疯了，你说是不是？我看他挺爱说这个的。我们这都是在节目当中，为了节目的需要，我哎，怎么俩儿子怎么怎么样怎么怎么样，哎哎，
我说我是不俩儿子啊，你是俩儿子，别往这边比划呀。啊，好好好，往那边比划。我带着俩儿子，我们还好嘛。你转身，你手还冲这边呢。你这要求太高了，太高了，控不住。这个哥俩对我来说，嗯，实话实讲，怎么样？在德云社，擎天博玉柱，架海紫金梁。您可别这么说，今生今世我是无以为报。那您打算呢？若有来生，怎么样？下辈子我要当了皇上。哎，嗯，谦儿，谦儿，怎么着？你就是我的大太子。我可气。高峰，我呢？你是我的二太子。行行行，您别说了，等会儿吧。这话多可气呀、啊！是啊，这都把人气乐了。啊，你让各位朋友说说你，啊、凭什么你是大太子呢？没有任何根据，拿过来，你大太子，你二太子，你先等一会儿，你信口雌黄，不是你疯了吧你？怎么了？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怎么你怎我怎么就不能是大太子？完了啊，矫情了啊！什么叫矫情？你有什么资格当大太子啊？哪儿的事儿你当大太子？这不还有什么资格干嘛？多新鲜呢！你我跟父王合作多少年了？你这事儿你您别这煽动群众，您听这像话吗？这大太子啊跟合作没关系，知道吗？这是两回事儿，你二太子一样可以合作呀。那不谈合作这事儿啊，我年龄长，我比你大几岁吧？那管什么呀？我大太子，我当哥哥的大太子怎么了？骡子大马大值钱，人大不值钱。你说这没用。知道吗？我大太子剩你挑，好不好？那我还挑什么呀？那个，嗯，不行啊！不，你等会儿吧。怎么了？咱都当儿子了，咱俩这争竞什么呢？跟这儿，咱得跟他聊聊。对呀、啊，姓郭的喊陛下，陛下，我想毙了你，陛下呢？你说太不像话，我们怎么成儿子了？我是说，咱仨得好啊，好别儿子呀。是是是是，平辈。好好，咱仨一个身份、当然了，一个辈分啊。哎啊，那我要当了皇上的话，你给琢磨琢磨。那于谦就是 啊，就是正宫娘娘，好不好？哎，这倒是平辈儿。高峰是西宫娘娘，好不好？不好。怎么呢？我哪的事儿拿起嘴就说，凭什么你是正宫啊？你老跟我争竞什么呀？我。废话，一共就封咱俩人，不跟你争，跟谁争去啊？是，那是我怎么就不能是正宫呢？他又这套，那到纽约了，他还这套。不是你正宫娘娘要求得母仪天下啊！我长这模样，我不母仪天下吗？我，你看，鼓掌的都是你表叔，因为太客气。叔干嘛？母仪天下跟长得像老太太是两回事儿。你长得咱是后者，废话。我跟您这么说，老爷子，喊陛下。哎哎，陛下，您最好您废了他，您立我。为什么呢？因为他也生不出孩子来。哟，你生得出孩子来？哎，我咱有路子。哦，你有偏方？有路子、哎，没听说过。咱有路子。真的还没到哪儿呢，这俩娘们就吵起来了。嗨、哎，不是，谦儿 啊，你让他一下吧。你是正宫娘娘，你啊，你是西宫娘娘，这多好。你是京中第一名妓。对了，名妓。退了朝没事，我找你玩去。不，你要不去怎么办？我给你打一条，我不相信。想让太监替我去，行，那更没用了呢。太偏方，不是，咱还有好的没有了？太可气了。我那意思是说，咱仨得好。您别举例子了，好是不错呀。所以现在到了于老师唱歌时间了。哎，哎呀，太棒了！哎呀，一展歌喉，啊，一块臀部人喊了。啊、谁呀、啊？是吧？买肉来了。嗯，您看也不是从什么时候开始啊？这到最后非得我唱一段，你这唱一段多好啊！他唱，咱俩翻腾翻腾。哎，咱俩分分。唱什么？行吧，反正不唱也过不去，你也别点了，我就会这么两首歌。嗯，好吧，就是小时候这个听这个崔健听的比较多。哦嘿，他唱一首什么？小时候你比他大十岁呢，没听说过。您就是就唱几句啊，唱几句。假行僧，我要从南走到北，我还要从白走到黑，我要让人们都看到我，但不知道我是谁。假如你看我有点累，就请你给我倒碗水。假如你已经爱上了我，就请你吻我的嘴。好，瞎闹瞎闹，我这不行，真像崔琦。
唱的真好，不错。啊、哎！哎，您说再来，于老师再唱还唱这个啊？就没、哎、不会别的了。嗯，高老师唱一个吧。谁？我呀。高老师唱一个。高老行，高老师唱的好啊啊！刚才在后台，高老师唱了一个现代戏，我喜欢这个。哎呦，那调门高啊啊！唱练着玩，要学那泰山顶上一青松。哦，您听见了？哎，我抻练抻练你好不好？怎么抻练我呀？我唱前半句，你接后半句，让大伙儿听着你嗓子有多好，接这高腔、好不好？对您有个要求，您说，您起调的时候高点起，我努力。要不我唱着不痛快。好的、嗯、啊，哎，嗨 C 怎么样？哎，都嗨 C 怎么讲？多嗨都给你 C 进去，差点说出来、嗯。您给点评点评，于老师啊。我不，我都没听过您唱的。呀、哎，嗯，要学哪？呀，高点。呀，等会儿，等会儿。怎么了？你嗓子没放开是怎么？没有，这你高一点啊！别客气啊！要哎，再高点！要你到纽约你保守，这还保守？都说你嗓子好，没听出来呀、啊？你高一点啊！你看都咳嗽了。要再高一点！要对、啊你哪位踩的肾了是怎么着？什么毛病这是？这话说的又响又不臭、嗯、啊！我这放屁呢是吧、嗯？太不像话，多么的肮脏！不是，这可以了啊，高老师，可以差不多了。这个后边是一翻八度，对、啊，后边那高，我知道这前面这就可以差不多了。跟你有关系吗？不是你唱，是我唱，你唱啊！还是的，他唱前的，我接后的，这里可没有您，我唱不上去呢。好容易来趟纽约，认真负责，这么些朋友一个都没走，咱既然来到这儿了啊，于老师，我让你啊，小刀拉屁股，怎么讲？开开眼儿、啊，开开眼，对不对？我也是碰不上，不敢说啊，碰不上好人了。我哎，来，下刀的时候留神那情侣裤衩儿。哎，你老惦记这事儿、嗯，要不还得给他买去啊？哎，来来来。高高，高高，耶！好的，行了，行，尽你所能啊。雪呐，嗯，泰山顶上，看这气场。谢谢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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您，谁跟你握手了？要脸不要脸还跟人握手呢？这人你先伸的手啊！我伸的手，让你别唱了，丢人了！您这我怎么丢人了？哪儿啊？你什么都没听见、唱多好，这你这怎么了？什么都没听见，哪儿好啊？您这个让你认真听，你不听，你这咱白唱了，人都没听见、啊、什么？他没听见什么？他没听见啊？你耳朵都震聋了，你咱这嗓子太高了。你们这真的假的呀？这都是真的。这咱这嗓子，老高，咱们再来一个吧。太棒了，好吧？哎，听这个啊，来，穿林海，跨雪原，气冲霄汉。哎，这回认真高着点，穿穿，哎，很满意，穿，嗯，这次很满意。林海，雪原，气冲。气声唱法，哎，注意啊！哎，小汉呐、啊，啊，我看哪儿？怎么样？咱这效果这啊，大家都懂啊，懂什么呀？纽约这京剧发源地啊，纽约。京剧发源地，不都打那儿来的呀？都喜欢听相声，喜欢听京剧、哎，对不对？唱怎么样？你还非得让我评价是吗？我挺尊重您的，您认真点评点评。反正您这个艺术，网络上有个词汇形容您这艺术非常恰当，怎么形容？就叫蛋疼啊！你这人呢？你是老是这个、那刀下歪了吧？哎，老有这刀啊！怎么觉着血呼啦的是吧？嗯，就这路语言，你这玩意儿，高老师，咱们再搞一支好不好？哎，我还上瘾了，我跟你就这破玩意儿还太棒了。我们再唱一个啊！哎，来吧，不，这好，可能是个武戏。来，哎，走，张嘴，什么戏？哎，
没听见。你早问呢，忘了。听说了。您再唱一别的。我给你编一个啊。可以可以。红灯记。哦。狱警传四郎好，我迈步出监。出监是我的啊。哎。行，这回彻底没声了。嗯、哎呦我。好戏。谢谢。哎呀，这效果多好，是吧？怎么样，满意吗？还非得问我是吗？你看一看，行吧，反正您这个艺术，这么评价一下吧。哎，您讲，这要搁一馒头，狗都能唱。太不礼貌了。哎，你们俩等会儿，我拿馒头去。啊，回来，回来，回来。没有，就别跟这起哄了。我唱的挺好，这艺术，你老讽刺我干嘛？什么艺术啊？您这。一般人可来不了这个，谁都能来，谁都能来，我张嘴不出声，谁都能来，甭说别人啊，你能来吗？谁都能来，我怎么不能来啊？太好了，大伙鼓掌，让他来一个，你来，你躲着。你说高了，高了，咱唱不上去，嗓子条件有限啊，就是不出声，谁来不了啊？这还呛火，在这地儿唱京剧不容易，那是是京剧的窝子，哎，发源地嘛，嗯，你瞧瞧。纽约京剧团、纽约秦腔剧院啊，纽约河北梆子艺术中心都在这儿啊，都即将成立呢，都挤得出来了。嗯嗯，于老师准备好了没？哎呦，您这玩意儿还用准备啊？老是这喊一喊嗓子吧。哎，嗯、哎，行行，还能低一点。吃砂纸了，挺有亮音的哈。来吧，我们试一个调门好不好？啊，可以啊。啊，哦，再高一点，嗯，哎，啊，尽你所能吧。那你学我也没有用，知道吗？就这破玩意儿，接不上来。来吧，开始啊，哎，嗯。一见公之到领间，不由得本宫喜心群，站立宫啊门。Please. Take it easy. 阿里嘎多，哥哥你妈。来来吧，啊，轮到你发挥了。嗨，您看看，嗨，哎，来，你是以为我真唱不上去呢，是怎么的？哦，怎么样？哎，嗯，我就是真唱不上去。哎，不是谁都行吗？废话，嗯，这叫缺德，知道吗？哪点缺德了？本身这段的调门就高，是啊，这低的时候还往这么高了唱，那真正高的地方谁也唱不上去。嗯，哎，我可以试试。你瞧，人有型的。好，你唱，你来，你唱前面，我给你接后头。嚯，还我起调门是吧？对，你高点起啊。哎，听好吧，来吧。嗯，听着啊。哎，我还没唱呢，好什么？有什么可？快点给他逮回去！来啊，高点啊！一见公主到领间，不由着本宫喜心间，站立宫啊门。真好！甭我干嘛？甭我干嘛？谁让你总结来了？好高哎！哎，你是不是以前在宫里上过班？哎，好家伙！别这么些废话，接着我这唱。再来，站立宫啊门，叫小凡。谢谢。谢谢谢谢，这回来一共是五场演出，对，明天奔多伦多，是，然后是洛杉矶、旧金山、温哥华，对，一共是五场，明儿你们跟我咱们多伦多啊，嚯，一会儿演完了咱们吃个夜宵去，好不好？哎，这好，好些个男的跟着起什么哄？哎，不带光带女的，谁说带你们去的是吧？今天来这儿演出是德云社的部分演员，嗯，有了您熟悉，有了您不太认识，嗯，叫他们出来，咱们聊会儿啊。再见了啊，来，打那边开始，头一位，高峰高老板，
这旁边我的爱徒啊，最好的徒弟了，栾云平啊。旁边这长得像冬瓜一样的这我徒弟郎可炎，这我正在力捧的小角，这是啊，张鹤伦，我儿子郭麒麟，我徒弟严鹤祥，主持人我师弟少侯爷侯震，咱们一块儿给大伙儿唱个小曲儿吧，好吗？好，您出主意啊。嗯，唱几句《大西厢》里边的一个云苏调。哦，这是德云社每年其实唱的不多，开箱封箱有时候唱，啊，一个群唱的小曲儿，唱全了四五十分钟。对，咱们就掐一点啊。这个牌子叫云苏调。好，我领着唱，你们大伙儿合苏啊。可以，一块儿啊。次日清晨，辞别老高命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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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普救寺僧人都来送行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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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办案人等上了伯龙马呀！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！一心赶考，够奔东京啊！哎哎哎哎哎哎呀！走过三里桃花店呐、啊！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！越过五里杏花营啊！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！桃花店前出美酒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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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杏花坡前女儿花容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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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哎呀！花美酒美，留也留不住啊！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！十里亭坐定了崔莺莺啊！哎哎哎哎哎哎哎呀！好难唱的，这叫《西厢记》呀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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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呀！愿诸位阖家欢乐，福寿康宁啊！哎哎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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！今晚的演出到此结束，谢谢大家。